不知道双人直播应该干嘛？我们现在都不要比赛了，为什么还要双人直播呀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对你们很好。这么会说话？说事实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后面班级呢？什么？他们对我们也很好，真是的。哎呦，好好好，真是的你。好好好，谢谢，谢谢百里挑一的神话发电，谢谢你玫瑰花园，谢谢玫瑰花园另外发电 ，thank you， 谢谢发电二号，用散光看不清太阳。手要比累喽，哎呀，这要比多久啊？好，比一下，谢谢谢谢。比到结束，那播到明天早上，干嘛？他们说签一个吗？谁说的？干嘛？签人就不用比心了，开发店就得看签手，真的是。他不给我签算了。你怎么告状？没有告状，你刚刚就这么做的。没有。哎呀，好好好，签是签，签一个。行吧行吧行吧。干嘛？好，我以后也告状。啊？你要告什么状？哦，那你们说一些，然后我们在里面找。没松开呢，牵着呢，行了吧？那这样吧，一人抽三个问题吧。啊，什么问题啊？又要抽问题？我不想回答问题，一天不想回答，怎么可能？好，那我回答三个问题，你说你要干嘛？我也不想想问题。他们不想。好，那你们想问题。那你选问题。好，那我选问题。好，那等会儿我选问题你答。好，好。厦门谁约的谁呀？你要选这个问题？没有，不告诉你。哎，什么念都念了，念都念了，我又没说我要选这个问题。他们问上次 vlog 逼掉的什么，你肯定不记得。是吧？这只能问我了。就不告诉你了。那第一个问题就没了。我不说。那我第一个问题就问完了。第一个什么问题？就他们刚刚那个问题啊，然后我不记得。哦，这也算？那不然呢？行吧。好吧，我看一下你们后面什么问题，我再考虑一下。什么是你们能听的吗？你们都能听啊。你们有什么不能听的吗？是啊，我们都是都是可以知道的内容。有想知道的？没有啊，想知道的都知道了。嗯，有吗？你有什么想知道的不知道吗？那个抖音拍的时候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我都不记得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说要拍个东西，我说行，但是我不知道你就是具体怎么弄。
然后就随便拍了一下，结果就拍了那一条，就用了那一条。看起来啥不明确的，就是你自己其实也没有做好准备啊。谢谢月湖的权杖，就可能会有点懵懵的吧。哎，他说我们让你们问过问题，能问出啥来？好差呀，你们非得问。这么好奇毕掉了什么吗？毕掉什么？一点都不记得啦。大，你说一个，稍微提示一下。我问，那个时候参加拍档，你有没有后悔？这个问题，毕掉了什么？耳熟了。毕掉了阵法，知道吧？不信，有什么好骗你的？你值得我骗吗？请问呢？你有什么值得我骗的吗？这有啥好逼的？就是逼掉了呀。说话好伤人，这块找不一下。就是逼了，怎么样？少管，我们大人的事儿你们少管。回答也不记得了吗？回答记得。为什么？你沉默了。没有沉默。我肯定没有沉默。你绝对沉默了。没有沉默。你沉默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过去了。好，不可能。真的你搬出来。好，等会儿搬出来给你看，等会儿结束搬出来给你看有没有沉默。不可能。真的不可能。你真的沉默了。所以你很介意这件事儿？我不介意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不介意。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，我也不行。邻居不要再，邻居不要给我发消息了。哎呀，真是，他怎么时时窥屏啊？他最近，之后跟你讲。好，现在瑞一下我俩。他最近比较依赖我。好，我不想听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好，再吃一个榨菜。今天日子不一样。什么日子？嗯？什么日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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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不知道哎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什么日子？啊？这么敢说话的日子，平时不敢说话。哦，好日子。谢谢双 Q， 谢谢大家的礼物，双 Q， 真是有好日子。我知道上面是我的手机，你不用强调。但是一直抬眼看有点累，知道不？谢谢。我看了呀，我都看。